2020新风采创业故事网络投票现正展开，100多个新风采发掘的移民创业故事，来自东西两岸，全面接受观众网上投票，由您选出每个类别的佼佼者，为理想坚持，为成功奋斗。新风采创业故事中不乏海外学生，希望大家能够为这帮有为的年轻人打气，请登录以下网址细品每位候选人创业故事，投票截止日期4月25号。2020新风采创业故事网络投票各奖项赞助：新风采至尊大奖，特许财务策划师 Terry 汪颂文；商业领袖奖，瑞邦资产管理公司；年度创业奖，皇后明州饮食集团；青年风采奖， Candid Dry Ginger Ale；移民风采奖，家乡移民陆炳雄；女性精英奖， Cashmere 卫生纸；社会贡献奖， Sponge Towers 厨房纸巾；网络最受欢迎奖， Union Capital Realty John Chai and David Suffrace； 特别赞助， Clear Water 北极贝天然即食海鲜。